快快快，过去，妹妹过去。我帮你嘛，我可以拿小鱼圈不行吗？那给你个任务好不好？嗯。我干嘛？我干嘛，爸爸？啥事？给我一个任务吗？嗯。我是干嘛的？来，拿着这个。好的。扔到那边去，扔到那边地上。好了，爸爸。好，我再给我一个任务吧。把这个拿过去。好。好。耶！不要放在那上面了嘛，脏的放过去。好吧，好吧。耶！来，咱们说说，你旁边的砍熟了没？还有逮张美美的吧？去，哥哥给你讲故事。来，香香。他是谁？黑野猪。他是黑野猪叫啥？猪。在这边，这边呢？好吧，好吧。来，过去，快点，坐坐。哎哎哎！这是别人客人来的，你怎么就直接往上扑了呀？对，对不对？搞忘了。下次注意。爸爸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你不要给我看，现在爸爸搞不赢，现在把床上铺好，到时候被小米小宝来没有住的了。哦，我们睡呢，扒个地铺就睡了。妈，那我也想要跟你们，我也想要睡地铺。你不睡地铺了，你跟妈妈睡床嘛。我想要跟你们睡床。好，跟我睡，跟我睡。那哥哥跟妈妈睡那个床。哥哥能不能睡地铺，跟妈妈睡？好，行。好。我们三个睡地铺吧，睡个小小地铺。